必须八年过节。就是过个年嘛，在谁家过不去过呀？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，年年这样，你有没有考虑过爸妈的感受？我觉得这么多年啊，他们也习惯了。再说了，爸妈都是很明事理的人呢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哪个爸妈过年不希望自己孩子陪在身边？哎，你我跟你说吧，你要不同意的话，今年过年咱们各过各的，谁也别干涉谁。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？完了，妈来电话，你让我怎么跟他说啊？哎妈，静静在这跟我闹呢，他过年就不想回家了。你跟他说。妈，静静，别因为在谁家过年生气，这都是小事儿。妈，我嫁过来这么多年，年年我们俩回娘家过年，杜明能陪着你跟爸好好过一次年。静静，你是远嫁，一年也没有多少时间回娘家，这过年回娘家也是应该的。我觉得这样我特别不起你跟爸。哎，妈，我这儿有个想法。别瞎想，你必须陪静静回娘家过年。哎，妈，你别打断我啊！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今天过年呢，咱就接上您和我爸，咱去我丈母娘家，咱一块过年得了呗。哎，也可以呀、啊，我也好久没有见亲家母了，快把电话给静静。我免提着呢，还听着呢。爸，静静，咱们今年在一起过年。他哭着说他不同意啊！你瞎说什么？妈，你不要紧的瞎说。妈，你别老光心疼静静，你也心疼心疼你亲儿子我呗，我是亲的。妈，我以我为母。静静，说，咱们给他静静。趁热喝，来叔宝，给。趁热喝，热水是万能的吗？哎呦！哎呀，又踢米，你能不能不玩那破游戏了？啊，不玩了，那肚子还疼吗？来，我给你揉一揉啊。咋了？烦躁？有点。来，开启发泄模式。你能不能不玩那破游戏了？你有没有眼力劲儿？你想让我干什么？你直接说行不行？根本就不懂我。你不说我怎么懂你？我不说就不懂了，说说多没意思啊！我又不是算命的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挺像真没意思。不是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你怪我的意思。我怪你湖南水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我怪你暖水宝我给你准备好了。哎，我觉得你这样说有道理。那丈夫发不起火来怎么办？你等着，妹妹。上号，哥晚上带你飞，那带你飞。我让你飞，你上号，我给你发了。多幸运，我有个我们。你不知道要断舍离吗？他们都是朋友。朋友，昨天晚上你喝的那样，有这帮狐朋狗友，还不该断舍离？老婆爱你。哎呦，我跟你说正事呢，你不要给我嬉皮笑脸的。哎，根据约法三章第五条，双方吵架，一方一旦说出来“爱你哟”，就要立刻停止吵架。不是，任性卡，我只用一张任性卡。哎，你个头呀！我跟你说他，我非常生气。这次你不把事情解决清楚了，我跟你不算完。哎，你扒拉我，你要动手啊？我扒拉你，我扒拉得动你吗？等会儿。哎，根据约法三章第六条，当你非常生气的时候，我抱住你，你就不能生气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任性卡只能用一次啊，没招了吧？哎呀，这次不算。这次怎么就不算了？你看，你又非常生气了啊，我又把你抱住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非常生气。不是，你这不是耍赖吗你？约法三章最后一条，所有最终解释权归我所有。行，我斗不过你啊，我走行了吗？静静，你自己静静去吧。你走就别回来，睡在外面吧。你知道嘴是用来干嘛的吗？嘴是用来亲的，不是用来犟嘴吵架的。咋了？这对我还过敏了这是？
那我要尽力去修理你。你开始，我跟你讲。